好 t 例文一例句一。明日どこへ行きますか奈良へ行きます。意思是、明天去哪里去那一梁。好。明日、这个是明天。どこ哪里这个行きます。行きます。是去。 然后这里发现，a 表示移动的方向的 a，所以呢，どこへ行きますか这个句子去哪里的意思直接记住好、啊、吗？还有这个卡也不要忘记，嗯，需要的，嗯 <laughs>，どこへ行きますか去哪里？好，然后回答的人说，奈良へ行きます，去奈良。这个奈良奈良。 也是非常有名的旅游城市理、金渡、京都、変人的。所以呢、如果你们要去京都的话、奈良也应该去看一看。好吗好了。那么我们看一下例文2、例句 2, 2。日曜日、どこへ行きましたかどこへも行きませんでした。意思是、星期天去哪儿、去なら 哪儿也没去。好，首先这个“曜日”的说法，我们第四课的时候已经学过了。如果还没有记住的同学，必须要记住，好吗？所以你“曜日”是星期天的意思。星期天。どこ？哪里？ 行きました是行きます去的过去式，所以呢，这个问的人问一问上个星期天的情况，上个星期天去哪里？不是下个星期，<laughs> 因为这里看到ました过去式。然后回答的人说：どこへも行きませんでした。这个呢，events。一文字 加上“么”，加上否定的结构这个结构呢，表表示完全否定，所以呢，哪里也没去的意思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看一下例文三，例句三：なんで東京へ行きますか？新幹線で行きます。意思是，诶，做什么去东京？ 自我新干线去。好，首先 t 京 k 行 o eki mas” 的意思是去东京。嗯，这里看到表示移动的方向的句子。哎，然后呢 n a n d 这个 d 表示手段或者是方法，所以呢 n a n d 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东京？还有这个最后的卡。a 医院的就子卡也不要忘记，好吗？可是呢，这个难的。有时候日本人误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难的还有别的意思，就是为什么的意思也有，所以呢，有的人可能觉得为什么去东京，这样误会。 当然，那的也是对的，就是是对的。可是为了避免这样的误会，问的时候那你得那你得用那你得来问比较好。那你得的话肯定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的意思，没有为什么的意思，好、啊、吗？对，那你的东京会去吗？卡，回答的人说新干线的去吗？ 这里也看到表示手段或者是方法的，就指的用新新干线这样的方法去。好，例文用例句四。誰と東京へ行きますか？山田さんと行きます。意思是你和谁去东京？和山田去。東京へ行きます。注意動誰と，這個誰と。 哪里的意思是谁的意思？谁？这个“と”这个“と”表示与自己一起行动的人或动物。和谁？哪里“と”？嗯，然后呢？回答的人说：“山田さんと行きます。”问的人说：“哪里“と”？”那么回答也是山田さんと。 和想甜去。好的，那么例文五、例句五。いつ日本へ来ましたか？三月二十五日に来ました。意思是你什么时候来日本的？三月二十五号来的。好，首先日本へきました。来到了日本。来ました是きまし来的过去式。 然后这里看到 A 表示移動的方向。然后呢いつ这个いつ的意思是什么时候。然后这个后面的刊也不要忘记。いつ日本へ来ましたか ?3 月25日に来ました。 这个句子你还记得吗？这个“你”表示动作进行的时间，经常和数字有关的，嗯、呃，时间词加上“你、嗯”，这个是第四课的时候已经学过了。所以呢，三月25日星期一，马斯达这样的日期的说法。 我等一下，嗯，好好解释，好吗？好的，那么例文六句例句六，誕生日はいつですか？六月十三日です。意思是，你生日是哪天？六月十三号。好，首先这个誕生日这个单词要记住，就是生日的意思。いつ什么时候？ 可是，remote when 的话，いつですか？嗯、然后回答的人说，六月十三日です。这样的嗯日期的说法，嗯，我要好好解释，因为有一点复杂，好吗？